笨，砸了钱包。只要他砸六十可以。嗯。砸六十，那只要他的能多少斤？咱这东西跟哪东西差不多，嗯，这跟杂毛似的，啊，这个鸡下杂，这个土个气，你说这个鸡别这都不气，你这个鸡下是毛病，啊，你说光炸这个气呼呼都这样子，都气的，我你说这个吧可是气的，你说简直磨了不上瘾，这都是那磨的气。三号做了三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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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